喂，我姚丽飞。什么？提前行动？知道了。计划有变，马上动身，车就来接。妈，别犹豫了。我等着你爸。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你们要跟着队伍去抗战就去吧，妈妈这边由我来照顾，我们会过得好好的，等你们打回来。莫愁，你呢？跟我们走吧。嫁鸡随鸡嘛，等丽夫回来再说。你们去吧，去吧。李飞，百分，抬起头来，让妈妈再看你们一眼。妈，孩子。我的孩子，保重吧。什么叫生死离别？景色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，今天忽然都到了我的面前。三弟啊，你说这北平要是真丢了，哎呀，我们政府也没有面子呀。二哥，你信佛吗？我信，我信。我只求菩萨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的。可惜啊，他日本人也信佛。你说让菩萨保佑谁呀？啊，莫愁，让你担心了。什么都不要再说了，虽然你不愿意告诉我，但我知道你在忙什么，为谁而忙。可惜我怀着孩子不能陪在你的身边。李夫，我只求你，求你能够平平安安的，为了我和孩子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莫愁，你没有怪我，反倒理解我，让我感到内疚。娶了你，却不能终日厮守给你幸福，想起来我就难受，我对不住你。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男人？在我还没有嫁你之前就已经知道了。至此国难当头之际，你不会选择苟且偷生。我要是连这个都怪你，还配做你的妻子吗？二十九军要撤出北平，日本鬼子马上就要进城了，以后我可能连家都回不了。我想送你走。
送我去哪儿？先回我老家吧，阿山疏水，天府之国，到那里生下我的孩子。那你走不走？我走不了，我得留在北平，组织地下活动，保护这座古都，尽快赶走日本人。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不是我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，成千上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，都跟我战斗在一起，其中也包括狄飞和戴芬。所以莫愁啊，你可以放心的走。你不走，我怎么可能走呢？即使我不能陪伴在你左右，可我可以在家里等着你，给你熬碗莲子粥，等你回来暖和暖和。可是日本人进城以后，环境会越来越险恶。那我更不能走，我留下没准儿能保护你。莫愁，我们姚家的女儿只懂得和丈夫同甘共苦，生死以共，绝对不会独自偷生。哎，莫愁，别让我再内疚了，你还是走吧。不要再说了，从我嫁给你的那天开始，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分开过。阿梅，你怎么能这么写呢？念给我看看，来。我家住在北平，我爱北平，我家有一个大花园，还有一匹像风一样的大马。马怎么能像风一样呢？它跑得像风一样快。那你就写跑得像风一样快的马。老师说可以这样写呀。老师不会这么说的。不信你问老师去。妈妈，我们哪天可以上学啊？我们就不去学校上学了，以后呢就在家里学，妈妈教你们好吗？好，可是家里面没有那么多小朋友啊。但是你有博文哥哥呀。可是没有阿轩哥哥呀，让阿轩哥哥也来这儿吧。少奶奶。哎，陈元，我想告个假，进城去看看阿轩孙少爷。我也要去。我也去。我去。我去。你们别去，陈云叔叔是给曼妮伯母送一些吃的用的，你们去干什么？陈云，这城里头一定很乱，你还是帮我劝劝大少奶奶搬到这花园里来，全都住在一块儿吧。是。嗯。呀杨木兰呢？他搬走了。搬哪儿去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走。闪开！人呢？人都死光了。啊！干嘛呀？这不是你们家。说，人哪儿去了？不知道。妈，妈，慢着，放开孩子。哼，
妈。大少奶奶，这家人呢？早都分家了，七零八落的，各奔东西了。杨木兰也走了？早走了。跟谁走了？曾孙燕还是孔立夫？当然是跟她丈夫。她的陪嫁呢？还一箱骨头，都藏哪儿了？人家的陪嫁，我惦记什么？那不是太贪心了吗？对不起了，大少奶奶，我得搜一搜。给我搜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。今天是大少爷的忌日，平哥，你快回来吧，把他们都赶走吧！啊，大雪，快快求求你爸爸，快快点儿！可他们说我爸早死了，他们不说，你爸马上就快回来了，快点儿，平哥，平哥！快把门关上，快！三尺，你给我挖去！走，快走！去！啊，走吧！站住！人呢？来人！打来了！你把家伙藏哪儿了？说。我只过自己的日子，别人的事我从来不问。那箱甲骨是皇军派遣军点名要的，今天交不出来，你我谁都过不去。挖地三尺，你们都找不到，我怎么知道？搜！好。孙曼妮，别人远走高飞，留下你孤儿寡母的，不冷清吗？曾平亚没和你同过房，就一命呜呼了。这小子是哪儿来的野种啊？你才是野种，我是我妈亲生的。亲生的，你问问你妈妈，她开过怀吗？この女は男と寝た子でもないです。まだ少女です。你这个畜生！你这个畜生！皇军是你几个亲儿子，阿姑娘，恭喜。
没有，没有甲骨。少奶奶，阿轩，阿轩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万万没有想到，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上了北平，曼妮姐姐却成为第一只被宰割的羔羊。我预感到无辜的鲜血将要染红古都，这还仅仅是开始。少奶奶，少爷，陈元要向你们辞行了。你回老家吗？我不离开北平，我要替大少奶奶跟你畜生算算账。那你知道这是谁干的？我不用打听他们那么多，他们的名字都一样，鬼子。各位记住，府上从来没有来过陈元这个人。陈元兄弟，再见了。你要不要带一些钱走？不用了。阿轩为了他和他一起死了，这和亲生儿子没有什么两样，只怕比亲儿子还亲呢。曼妮虽然早就没了丈夫，可是一直有一个男人暗暗地爱着她，还要为她报仇。曼妮九泉之下也该喊叫了。是啊，静雅真的要走吗？她说了好几次，她是真的怕了。走吧，路费不够的话就从我这儿出。不，你不走我也不走，我也是姚家出去的，我要和姚家的人在一起。你已经是曾家的二少奶奶了，而且你还怀了孕。你听谁说的？二少爷嘴真快。走吧，把孩子生在一个自由自在的国土上，少一个亡国奴，多一个将来的战士。给曼妮姐姐烧出香吧。罪不畏瓦全，早登仙境，无牵无挂，爸爸，真是老爷。木兰，老爷回来了，太太。
老爷回来了。爸，木兰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四儿，四儿，我不在的这些年，让你受苦了。我终于把你等到了，现在不是做梦了。胡子长这么长了，你去云游这些年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想你。我真怕你把这个家给丢了，把我给忘了，回不来了。我是出去找道去了。可找来找去，道在哪儿啊？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道不在山上，也不在庙里。道在人心里头，人心有道，道自然在，人心无道，云游天际也无用。唉，你呀，你该怪我，怪我回来晚了。唉，年轻的时候都没怪你，都老了，我还会怪你吗？我要是悟得早啊，也就不会走那么远，也不会让你孤单这么久啊。守家也是一种道，而且更是男人的大道。嗨，你这是入了世啊，还是出了世？是在哪儿？也在人心里头吧。人心容不得虚妄。我跟你说吧，我就是放不下你跟孩子们，这不就赶回来了吗？这战乱的年月，求什么？求个心安嘛。一家人生生死死，要在一块儿。妞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阁下，对不起。你没有让我看到你的忠诚。阁下，卑职。好了，不要解释了。我问你，那些家姑什么时候找到？阁下，卑职将尽全力效忠。八嘎！我告诉你，要是找不到那些家姑，我就会砸烂你的骨头喂狗。快点去把他们找回来。你的。明白。是的，明白。哟西。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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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玉。哎，大公子来了。听说姚先生回来了。哦，那我给您找他去。不用了，你别动，走。啊，去，出去。是。
尤家公子，久违了，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？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你一闯进大门，我就闻到了一股味道，都快馊了。哼，老伯也开玩笑。老伯，东京那边的汉学家想跟你谈一点古董上的事儿。是谈中国的古董，他不会跟我谈东洋的古董。哼，您是专家嘛，自然谈中国古董。实说了吧，是问甲骨的事吧？老伯真是料事如神呢。你看，我这里四壁清清，只剩下拓片了。你说哪儿去了？刘怀玉带着人过来，正在老爷的书房呢。什么？哎，木兰，你别去了，我去看看。还是我去吧。啊，我去告诉姚太。好好好。嗯。我们自己家不能进吗？你让我进去。你放开。让他们进来吧。你们二位现在真是夫唱妇随呀，想必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伤疤，恩恩爱爱了。好啊，实在是好，我都替你们俩高兴了。你们这一家人活得真让人羡慕，老老少少都这么好。可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多久？我真替你们担心呢。被你给惦记着，这种日子也不会久了。曼妮的死就是个证明。曼妮的死是他自找的，这也该给你们提个醒儿。不过今天你们不用害怕，我是来拜访姚老伯的。拜访就算了，免得脏了我岳父。刘怀玉，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现在还有人样吗？啊，认贼作父，恬不知耻。曾孙样，就冲你这句话就可以把你送到宪兵队蹲水牢去，轮到谁也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你都不要在我书房里吵。木兰孙呀，你们都出去。爸。出去。走吧。老伯，我们之间就不要再老弯子打哑谜了。你用老宅子换了一箱甲骨，哪儿去了？早已送人。送谁了？中国人这么多，送给谁不是送啊？我云游天下，武当、天竺、五台山都有我的道友。中华甲骨分而存之，总比让外人抢走了好。哼，老伯，文化是没有国界的，是属于全世界的。哼，牛公子留学这么些年，还是跟日本人学了些本事，知道要抢甲骨，总该先找个借口。我这可不是借口。不是吗？那我告诉你，当年的英国人斯坦因在甘肃敦煌藏经洞弄走了十几车的文物，美国人华尔连那壁画都给接了，那是偷。奥地利的皇宫里有一间房子，从顶上到地下摆满了中国的古董，那是抢，是闹八国联军那年抢走的。
这洋人到中国来又偷又抢，还满嘴高唱着文化没有国界，我都替他们脸红。你姓什么？我提醒你一句，你姓牛，不是姓什么山本、松井、高桥什么的。你呀，你真该回头想一想，你不该替日本人来找我，也不该替日本人来抢那些甲骨。老伯，我可是为你好，为你这一大家子人好。现在是我出面来找你，要山本君啊，要是山本太郎出来找你，怕就没这么客气了。难道道家就不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吗？别让曼妮的悲剧在这个王府花园里重演。话说到这份上，刚有点意思。那我就告诉你吧，小子，别想从你大爷这儿抢走甲骨，门都没有。你书房里溜人不溜狗？我把话先撂下，你们俩给我听好了，别为了一箱甲骨把全家人的性命都给搭上了。走。走吧。爸，不用害怕，在他们没有找到甲骨之前，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。可是爸，我们还是应该有个准备啊。孙爷说的对，我们应该准备一下。当然应该对他们有所防备。你们去把所有人，把家里人都叫到这儿来，一块商量商量。人都到齐了，我上门口看看去。哎，爸爸，你怎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，要在这个时候回来呢？我回来是要与你们渡一条生路的。北平现在已然是一座危城了，蛇鼠狼狐横行终日，这里的甲骨已然让日本人惦记上了，果然是树大招风，我们是不会逃过日本人的魔掌的。战事混乱，我们也不会打枪，我看我们还是南下回我们老家去吧。可这拉家带口的走得动吗？哎，我这八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啊？你们以为是轮船火车啊？非也，是一步一个脚板走过来的。只要你心中有路，何惧海角天涯。伯父，我跟您走，我们两口子。孙亚跟木兰呢？走也好，这样一家老小也好保个平平安安。什么是家？这王府花园也不是家，只有我们大家都一直在一起呼吸着自由的空气，才处处是家。莫愁，你也别犹豫了，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可立夫他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想立夫也希望你跟我们一起走，你就让他无忧无虑地留在他的战场吧。我看也只好这样了。嗨，你呀，到时候帮他生下儿子，想立夫的时候
就看看你儿子，我保证那又是一个小孔立夫，养儿好当兵啊。好，事不宜迟，要走就赶紧走，省得夜长梦多。哦，爸，那我去安排一下，咱们曾姚两家男男女女老少几十口人，要想分派清楚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嗯，那我先去找几辆马车来。是这样，最近逃难的人比较多，马车难找，也许要破费一些。哎，木兰，你招呼大家收拾一下啊。嗯。哎，孙燕。嗯。街上人多，小心点儿。嗯。放心吧，有你在我丢不了啊。哎。嗯。孙雅变了啊。嗯。变得像个男人了。我都有点不太信了。嗯，爸，嗯，我还没嫁错人吧？谢谢。嗯，谢谢闺女。喂，请问孔立夫在吗？这里没有孔立夫，你打错了。你们这是搭上日本人了，你找他干什么？想找他报复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他们马上就要逮捕孔立夫，地址是……我告诉你，地址就在那边。你听清楚了吗？你让他千万不要去，那全是埋伏。就这样啊，我不跟你多说了。姐啊，你给谁去电话呀？啊，我约了几个姐妹打牌。我等着用电话呢。你用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出发。二小姐，你要去哪？快告诉爸爸妈妈，叫他们今天就走，快点。哎。哎，小姐，啊，见到孔先生没有？啊，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来，谢谢，谢谢。莫愁，你到这儿来，是给孔立夫通风报信儿的吧？他才不会上这儿来呢，是我自己来的。你在说谎。你不是一个说谎的人。孔立夫就那么值得你爱吗？你宁肯牺牲性命也要来通风报信儿。他不是别人，是我丈夫。而且我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，我希望能生个儿子像他一样。够了，莫愁，你别再刺激我了。难道你忘记了吗？当初我们怎么相爱的？难道我牛怀玉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点的影子吗？我没有一天忘记过你，哪怕像狗一样流浪到了日本，我也没有忘记。我每天想着你，惦着你。莫愁，我们曾经发过誓，对天对地发过誓，要永远相爱。不，不是永远，是比永远多一天。难道这些誓言你都忘记了吗？我爱过，我曾经爱过一个男人叫牛怀玉。那个男人有情有义，更懂得寡义廉耻，也懂得这世界上还有正义与邪恶之分。他不会同流合污，更不会认贼作父。他是你吗？
不是，他已经死了，他不存在了。先生，你是谁？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我爱着你，我也想帮了你。这话我相信，因为你现在已经不是人，是一条疯狗，没有道德也没有良心的疯狗。你手别打哆嗦。